路人眼里最没有团魂的组合 ,EXO 上榜。最后一团公开骂队友。一 ,Miss A 思念团 Miss A 前期出道是比较火的。一度成为 Wonder Girls, 之后的 JYP 当然女团。但是后来秀智发展不错，导致成员之间资源以及人气越拉越大，以至于到了秀智可以抵挡银烟的地步。二 Winner, 早年出道的 Winner 是五个人，音乐质量高，成员人气均衡。但是没过多久，成员南泰炫就退出了组合，因为出道没多久，而且发展也很不错，这样的退团就不禁让路人觉得 Winner 组合团魂好像一般。三 The Minute 四分钟其实将 Girl Crush 风格发挥到了极致，但是 The Minute 对内不合的传闻好像不止一次出现了。泫雅因为个人人气太好，而其他成员却怎么捧都不太火，即便解散了，好像在路人眼里觉得他们也还是没有集体团魂感。三 Beast 当年闹得沸沸扬扬， Beast 张贤胜以及其他成员和公司的不和问题，导致五位成员另寻发展，组成新男团 Highlight。 四 EXOM 要说的 EXO 其实并不是大队，而是小分队。 EXOM 在出道之初算是开拓了新的韩流男团中国市场，但是接连队长吴亦凡、鹿晗、黄子韬纷纷离席，真的让路人怀疑 EXO 中国小分队的团魂感。不过说实话，可能成员们都有着自己的想法也很正常，毕竟希望剩下的雷张艺兴和八子组成的九追永远在一起。 Secret 秘密团 Secret 是二三代女团中的大势存在，放在现在相当于 Friend 的地位，名副存亡的组合。之前还因为成员分配资源问题，宋智恩、全孝胜两人不和，而韩善花则是在公开在推特上斥责过队友郑和娜。不过队内不和真的会导致组合团魂为零。